你用公开传输的方式是侵害他人做财产权的话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对，年后转职潮这件事在职场上是非常常见的哦。对，情绪性离职的人里面有四成哦，大概三个月之内都没有办法顺利找到工作。真的，从歌谣里面去认识自己的文化，所以一定要自己从部落开始，把部落的不管是情歌啊、童谣啊、祭典的歌谣、婚礼的歌谣，慢慢去拼凑起来。记得准时收看《原氏十六台》，报什么事？